蔡建伟这一棒打在三垒手前面，马上往二垒送。哇，这个手背没话讲哦。嗯，阿基师不仅打得好，这场比赛真的手背上面也发挥了实力。哎，你这个球其实蔡建伟打得相当好。嗯，速度相当的快的情况之下，还是被陈庸基给捞到。拉米戈桃园队这个半局还是没有办法攻占上得点圈。哇，相当的流畅。对。